霞为本次创意进场第一名。我们是一群环保小尖兵，身为餐饮科的我们呼吁大家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用品，多使用重复性的购物袋和环保餐具，爱护地球的心刻不容缓。维修就是资源，请大家共同来配合，到底来做资源维修，非常感谢您的合作。